苹果今天发布了 Mac 电脑的最新操作系统 macOS 14 Sonoma。macOS Sonoma 在几个月的测试期后正式推出，适用于2019年及以后的 iMac、iMac Pro、2018年及以后的 Mac Mini、2018年及以后的 MacBook Pro、2019年及以后的 Mac Pro 以及 Mac Studio。macOS Sonoma 带来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新功能和免费升级，为 Mac 用户提供更强大的工作和娱乐体验。 macOS Sonoma 的桌面小工具可个性化您的 Mac， 提供更多工作选项，同时还引入了全新的华丽荧幕保护程式、 Safari 的重大升级以及更加的游戏体验，使 Mac 的使用体验前所未有的升华。小工具和精美的荧幕保护程式，在 macOS Sonoma 中，小工具现在可以直接放置在桌面上，无缝融入背景图片，与其他窗口和应用程式共存。这些小工具也变得更具互动性，让用户可以直接从桌面上的小工具执行各种操作，例如记录待办事项、控制媒体播放、使用家庭控制选项以及执行各种任务。通过接续互通的功能，用户还可以从 iPhone 上的小工具自定义 Mac 的体验，实现无缝的跨设备互联。 macOS Sonoma 的全新荧幕保护程式汇集了世界各地令人惊叹的景色，包括广阔的香港天际线、亚利桑那州纪念碑谷的壮观沙漠孤峰，以及北加州索诺玛地区连绵起伏的山丘。一旦登入系统，这些慢动作影片将流畅地转换为桌面背景图片，让您每次开机都能欣赏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美景。 Safari 和荧幕共享的改进，除了小工具和荧幕保护程式， macOS Sonoma 还带来了 Safari 浏览器的重要更新。新版 Safari 提供更快的网页载入速度，更多的隐私保护功能，以及更直观的浏览体验。用户可以期待更顺畅、更快速的上网体验，而不会牺牲隐私和安全性。另外，荧幕共享功能也得到了改进，使用户可以更轻松地与朋友、家人或同事进行远程工作和视讯会议。不论是工作还是娱乐， macOS Sonoma 都致力于提供更出色的使用体验。总结来说，苹果的 macOS Sonoma 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升级，带来了许多新功能和改进，提升了 Mac 的性能和功能。无论您是专业用户还是普通消费者，这个更新都将为您的 Mac 体验带来全新的层次。不要错过这个令人振奋的升级，立即升级到 macOS Sonoma， 体验其带来的一切好处。以上是苹果 iNews 报道。